来，开始。知道我在哪吗？大家肯定听过《长江之歌》，这个就是那个黄河，不是，大家肯定听过，就是不见南墙，不撞黄河死，不死死不了，不是，就是反正这个就是那个黄河。我本来是想带大家一起到床上去，一起上床，上船玩的。我找了半天，我都没找到。我看前面有一个老大奶，我们去问他，一个老不是老奶娘，就是。妈妈教你们潜水。妈妈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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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那儿。妈妈在那儿。我能怎么办？又不能违背妇女意愿。仿佛看到了被生活摧残的我。这大油条真脆，看着胡辣汤的蘑菇，真香。你看这肉，太好吃了，吃四碗，明天还来。第二天，第五碗了。这是什么药水？效果那么好？不要疯狂的迷恋我，我只是个传说。咱们的世界这……听说你们都想听我喊雅灭迪，雅
鸭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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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鸭我也曾经痛恨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全是感情没有技巧。知道我在床上有多厉害吗？我能不吃不喝躺一天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刚刚被大炮给轰了。